同修梦到一座大桥，然后河边上有很多穿着白袍的鬼，有鬼差压着排队去吃饭，重点是其中有渡他的女师兄也和其他鬼一样穿着白袍，请问这说明了什么？是渡他的人有劫，还是说做错了事情？做错事情了，已经鬼魂已经压下去了，他的魂已经被压下去了。哦，麻烦了。那怎么办，师傅？骗人，不如理不如法，不是骗财就是骗色。我告诉你，下去的话，活在这个人间，鬼魂已经下去受惩罚了，魂已经下去受惩罚了。那礼佛要多少遍，师傅？108遍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